前面的剧情，应该是我们来到这个火车包租里面，然后我发现有一个门是开着的 ，OK， 我想它现在在这里发生过哪里，我也不确定啊，后面我们会知道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走看看，先看有没有找到第三个钥匙，后面发现有一个数字在那个墙里面 ，OK， 不知道什么鬼，发现有一个门，哎，好像是可以打开，发现里面有一个箱子。结果我想打开看的时候，发现已关闭，应该是要找取一个数字密码吧。然后发现这个行李上面有一个东西可以查看了，发现了，哎，零，看来一零什么还不知道什么数字。后面我们去寻找先 ，OK。结果发现来到这个火车控制室呢 ，OK。所以我们先查找有没有这个数字呢 ，OK。所以后面我们就找到了在这个抽屉里面，会发现二。答案是102箱子的密码。过呢，我们尝试打开，结果呢，打开了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发现第三把钥匙，我们要拿走的时候，发现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手感怎么这样奇怪的？想想一下，哎，这个是用纸做的钥匙，惨了，我们被骗了，这是钥匙在哪里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哪 ！OK， 发现了后面这个门居然被锁住了，被谁锁住？应该是被魔锁住了。可是没看到阿飘，被飞哪里去？待会我们看的话，哎，前面就是那个阿飘了啊。然后发现那个墙我们过不去，不能够讲话，哎呀，不能亲密接触，可惜。然后发现这个墙里面通过猫眼，我们回到火车包住里面，哎，我们又回到火车里面了。然后发现这个电梯密码的那个答案，后面我们轻轻松松的去了另一个地方了啊，对，上级的地方，怕去那个公寓里面 ，OK， 往哪一楼？别问我。然后发现一个解谜答案密码，不知道什么鬼在哪里，后面发现了这个。奇怪画画图是什么鬼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解谜答案了。刚才看到桌子上的那一个，后面我们就解01010101010 ，OK， 收工。然后呢，门就打开了，噔噔噔，看到了没有？门打开了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画，一个人在电梯里面，发现那个床跑掉，又发现一个歪，应该是电梯密码吧。过后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去寻找那个钥匙，不知道在哪里了。总之，我的预感，我们要找那个钥匙越来越近了，第三把钥匙了。OK， 没有发现这个小专辑在那边，没有把那个资料室放过去。哎，那个小专跑哪去？哎哎，你回来喂，你跑哪去？回来喂。哎，发现哎哎，你咋又跑回来了？发现哎，我们找到了第三把钥匙，这个还是真钥匙，铁钥匙啊，不是纸钥匙。后面我们就回到大厅了。OK。所以过后呢，我们回大厅第一件事做什么呢？就是可以插了这个钥匙，那个小门里面插了最后一把钥匙，我们就能通往这个现实世界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们拿到了这个新的那个电梯密码，过后我们就离开大厅去寻找第二把钥匙。第二把钥匙呢，然后究竟在哪里？哟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达沙杰，今天我们又来玩秘密电梯的 The Last Part。最后一集的 Part C 第六集 ，OK，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很奇怪的地方 ，OK， 我们再看一下，没多少时间了，我们在这里待一辈子，我要离开这里了，每次都这样，我不用开一关。要解谜，确实比较解谜游戏，恐怖游戏、解谜游戏有哎。确实吧，我上期都没看到阿平，这个什么？打开什么？我把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在墙的那头？哎，可以打开，我又不打开。这什么？这是谁在宇宙走动？这又是什么鬼？解谜答案？锁着。
哦，我明白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按这个吗？因为这个啊，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的门。刚才是打开这个对吗？我又换成中间。我知道了，只要转另外一个不同方向，就可以换另外一个门。我刚才是在这边的对吗？以后先转中间，中间有什么？可以打开，这是不是锁着？这是真的可以打开。嗯？解谜吗？到解谜了，那我来看一下答案呢。确实呢，要看答案。可是，讲，我不会耶。这边按，是，我要看答案。我靠，随便按罢了，OK，这就要怎么解呢？解开我，我操！这边按罢了，OK，要检查一下。我们解开三个谜团，OK，这个解谜不会。去第三个门了。哎，厨房。哦，你进来这边，让我看一下12点。还是，哎，这个时钟有在动哦，你没有看见吗？是有在动啊。你们去看，它时钟在动。可以煮饭吗？煮毛？打开。这个东西。打开。我这个是我的 Google Play。OK，这个是玩游戏可以记录你的游戏成就。OK。因为有些还，有些人是没有下载这些 Google Play，不知道是什么来的。这个是玩游戏，知道一些。游戏可以收藏多少个成就，还是拿奖励？我可以煮一次吗？这个可以喝吗？还是我拿去放这边煮一次的？打开，这什么鬼？密码我都不解开哦，哪里还有解谜？我不解开那三个。哎，这什么？刚才的那个图案？哦，叫我解那个第一个那个图案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还随便解一下就打开了，知道为什么？我这是随便乱按罢了，然后这是随便乱解开，这个答案又是真的是对的，是个 correct 的，不是我错的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厨房，饿的时候可以回来吃。我饿了可以回来吃。这边，对呀，你看这个答案。是啊，三个解谜，三个答案对。但是，电脑，打开呀，是要去哪里？怎么？他刚写，是时候拿最后一个钥匙对吧？不确定。最后一个钥匙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那是我的，是暴风雪，决定打开，Let's go，喂，开多一下门，打开，可以吗？
The fuck？ 这谁？你妈妈的画像啊？那是阿飘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要胡说八道啊！球一阵，这个什么石头吗？诶，确实可以开哟。诶，那边是什么？可以打开吗？被什么球？诡异的音乐，难道我是音乐家吗？IG 又是你，IG 又是你，我们每次都见面，应该是电梯密码。这就是电梯密码。我的发，你叫我旺财哟。就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是啊，最后一把钥匙在这边。Yes，我们拿到最后一把钥匙了，可以离开梦境了。Yeah，Let's go，这是最后一个钥匙，最后一个钥匙。亲爱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，不要让我死。我不想死。这样，我们应该离开这里。然后就把钥匙，我们就赶快来这边。然后离开这里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一样的密码。拜拜。之后的，我该回到我的现实世界，好好的打 game、拍 video、剪 video，开玩笑，这是我的日常生活。还就是做家务，OK，还有其他的东西在做功课、做功课那些。我希望我的考试能考好点吧，这样能够拿到 C，拿到 D 呀。就是我的成绩考得不好，OK。好，不要大厅。那我们该告别了这个大地方，再见了。时候回到了现实世界，要吧？OK，打开了。成功了，耶！第四把钥匙，OK，离开了，再见了，阿婷，我要回去我的现实生活了，拜拜，走吧，玩的这么辛苦，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对吧？好的结局，拜拜，之后该去我的那个天堂之路了，不要让我死就好了，不去地狱之路。我要回到我的现实世界，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爱我的兄弟姐妹，拜拜。哦，我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在火车那个包租那边。我回来了，原来我一直坐在火车里面，我在前行。我看见一切，噩梦已经结束了，完了，可以被抹除了，好像少点什么，少点什么，但只是彩蛋。完了，不想玩了，课程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还有什么教育进步了，成绩考得很好，拿到 A 了。不要停留在已取得的成就上，继续走回到底吧。应该这里是我们的家吧，主角的家。OK，结束了。游戏结局被发现了，才第一个而已，我的天！结局第一个哦，所以证明我们还有其他结局可以解锁。我的老半天，我是没有用来的，是这种很恐怖的。但说实话，可以说来说，我这还是也是不错玩的。十分里面，我给7分吧，还可以。这场游戏水平，确实啊，故事是有点难发现的。比如说，我在梦境中遇到一个真实世界，然后我找到一个 M，还是我要。找到四个钥匙，离开这个梦境世界，然后离开这个梦境世界，就回到现实世界。OK，Secret Elevator，什么的。OK，然后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确实啊，故事好像没有教育性，完全是讲一个主角在梦境中，离开
这个现实世界，说永远放在梦境更好，我觉得。OK，玩完了。其实我还有没有事情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，其实还有其他结局哦，我们才发现第一个结局罢了。对呀，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呢，就是，这个，好像是这个啊，就这个 DLC 版本的，附加项目，这个就是 DLC 版的，就是奥迪克斯尼。扩展包浆在进行全面升级，现在你能用折扣抽奖买到它啊？你不是这个是要充钱吗？对，这个我就可以了。行啊，下学期我还会再继续拍的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我是大傻姐，也要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你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影片。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就再见了，拜拜大家。